小胖老师，好，但他下礼拜关节就要动手术了，所以他今天没办法收容，我们还是在这里祝福他，我们给他最大的掌声，好不好？没有没有，小胖老师哈，好，那我们的第一位嘉宾，第一位嘉宾，多厉害的话，你们等一下试看看就知道了。他觉得不服的话，你可以扣到他，我是不管你们的。兄弟们要多来嘛 ，OK， 那我们欢迎他们。帅气、纯真、可爱，好 ，OK， 第二位，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，我们 EMT 的当家设施 Monster Crew。